我是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了。但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乱杀人，我只找我要的。赵云明，他是生物科学专家，他在读博士的时候进行过人体基因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当时各国反响非常的强烈，因为成果一旦外流，后果不堪设想。绑架他来制造特殊武器。有枪声。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投降，投降！走去大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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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给他们拿点仔细的。我去，莫洛托夫 CV 9啊！我去！快走！我说你出什么馊主意啊！ 那就让他们出发后门，需要他血压变小。来，你怎么能当俘虏啊？报告，我们抓获了两名女性，她们自称是火凤凰特战队员，由沙滩求助上岸。我要马上见她，去吧。医生。 怎么逃出来的？我们发现厨房有个后门，结果没想到后面是个悬崖。那么好，我们就跳进海里去，打死也不能被俘虏。好样的！我看一看，是谁成功逃出来了。
不用了，不愧是我雷神带出来的兵。老狐狸，我们刚刚杀了坏人了，我也杀了。好战士，好战士，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你们个个都是好战士，好战士。元宝呀，他们都在那等你们呢，快跟我过去啊！去吧，是，快。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训练的兵，那是必须的。我们在等待你的命令。现在指挥部已经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我们马上就要跟匪徒进行接触，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可监控的手机通信。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们里边的情况怎么样，安全吗？目前还没有匪徒来找我们。他们不会轻易的去找你们，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你们有一定的战斗力，除非你们去惹他们。要不然他们不会轻易的和你们交手的。难道我们一直要藏到行动结束？当然不是，你们也是行动的一部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需要你们做指挥部的眼睛。你们一定要把里边的情况侦查清楚，为突收到，通话结束，完毕。怎么了？雷神希望我们可以想到办法，把单兵数字侦察设备运输进来。这样的话，指挥部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拍摄的实时画面了。怎么送进来？各个出入口肯定都有他们的人。直升机空投呢？不行。就算直升机可以进行无障碍空投，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样的话，后面的突击队再想利用直升机进行空中输送就很困难了。说的有道理，他们肯定做好了防空准备，说不定还会对空射击，这样来投放设备的直升机很有可能被击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现在怎么办啊？英雄所见略同。你俩在琢磨什么？我们有单兵数字侦察设备。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对啊，智能手机都有这个功能。接下去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还有它的网络视频功能做单兵数字侦察设备，它们都有 GPS 定位系统，可以随时显示我们的位置。只要警方可以锁定度假村建筑的三维立体建筑，就可以对我们的位置实时监控。是的，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无线局域网络，实现实时通话。可是我们需要蓝牙呀。没错，要蓝牙做什么？通话呀，难道开着免提让全世界都听见我们在说什么呀？是这样，只要我们找到足够多的手机就可以做到。我现在就担心一个问题，智能手机是很费电的，我怕用着用着
没电了。拜托，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快联系雷神，告诉他我们的办法。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局长，我想请技侦部门建立一个无线局域网络，还有，我想建立一个数字化临时监控系统。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实施视频和通话的无线局域网实时传输。去办吧。好的。医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开启无线局域网络，启动无线局域网络。密码是多少？8112。密码是我们部队的代号。收到。密码81192。试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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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音。声音很好。打开视频，打开视频接收。视频接收完好。单兵数字设备调试完毕。检查 GPS 定位系统。那就是他们的位置，编号为 A1 到 A6。很好，非常清楚。局长，火凤凰女子特战队已经到位，您可以下命令。真没想到，居然是用手机。现在已经进入了3G 时代了。很好，现在我们可以对里面进行侦查，清楚地获取情报。报告，我们也想进去。对，我们也想进去，他们都在里面，我们不能不去。我和你们两个想的一样，我也想进去。所有突击队员都想进去，可是现在只有他们六个能在里面。我现在需要你们两个稍安勿躁，马上加入雷电突击队，作为作战队员，记住要听从老狐狸的命令，明确了吗？明确，明确。局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我现在心里有底了，和他们谈判。是，我马上安排。少校，你的队伍抵近观察，占据位置，随时准备与公安和武警的突击队一起打进去。明白。我会把现场的情况传输到你的数字终端上，音频信号也接驳到你们的无线电。感谢啊。二位还在这愣着，我们马上就要动手了。都怨你。怨我什么呀？哎，要不是你，我们怎么会逃出来？那你不得感谢我？感谢你？我恨不得骂死你！要不是你带我逃出来，我就在里面跟他们一起战斗了。啊，这都是谁能想到的事儿啊！哎，好嘞，到。一会儿你们跟他们俩一起出发，去哪儿？去他们俩刚才来的地方。明白。准备战斗。啊，那是好高的悬崖的。报告，我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出发。走，快走，快。
没有，没说准，也没说不准。奇怪，会不会没收到？我连续发了五次。有一种可能，我们的电台转播信号被中国人拦截了。中国警方应该没有这样的设备。中国军方有，在我们抓的人和困在这个度假村里的人当中，有中国军方的人，这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那几个女的是中国特种部队，我们抓了他们的军医，还把他们的特种兵困在这儿，这惊动了中国军方，他们必须出面。他们是女特种兵？对，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人会逐一被杀。他们可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寻常的角色根本对付不了他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是我们计划当中，但我们必须要解决，就是要消灭这些特种兵。我带队去清剿。不，如果这样出击的话，会逐个被击破的。那我们怎么办？守株待兔，他们会找过来的。等他们找过来？是啊，你看看，这么多的人质在我们手里，他们投鼠忌器，和外面那些包围我们的军警结果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还有一颗炸弹，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放松啊，一定要放松呼吸。你干嘛？出去！我这忙着呢。我让你出去。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走的，我不会丢下我的伤员。我让你出去把电话箱拿进来，你以为我放你走啊？这还差不多。不要怕啊，叔叔马上就回来。叔叔你真勇敢，让你走你都不走，你要陪着我妈妈。叔叔是医生，我告诉你啊，我绝不会离开我的伤员。拿不拿？啊，拿。帮我转开一下。不管你是真晕了还是傻了，我都很佩服。没事，是林国良。没错，是他。怎么派他出来拿电话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是想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知道他的身份，警告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哎，他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害怕呢？我应该能猜到，身子就应该能猜到。他现在绝对是在里边救治伤员。错怪他了，他肯定是自己主动站出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个军人。什么？看来我真的小看这个少校了，他不是我想的那种人，他不怕死。不能跟你走，
这里面有我的伤员，你告诉你们领导，我需要手术器械和新鲜血液。他疯了？他没有疯，他只不过在完成一名军医的职责。你要的东西，东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猛虎突击大队。吕冰应该是他的部下。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是公安行动，军方是不会介入的。军方已经介入，而且深陷其中，这不是你们想要的，也不是我想要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结束通话，后果自负。好吧，你可以和他谈。我不是来谈判的，我天生就是一个战士，生来就是为了战斗。我现在在这儿跟你谈，就是为了告诉你我战斗的决心。少侠，你不知道，我一样是个战士，只是我们立场不同。我跟你有一样的梦想，我知道你的心里想什么。我也知道你的底线。什么意思啊？我现在跟你描述一下啊，在我们的大厅中央挂着一颗炸弹，它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有特殊性。这是一颗特制的炸弹。怎么？你不相信？我当然不信。那你可以派你的防化部队来测量一下。就算是真的，你搞出这个玩意儿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啊，值得你这么去做呀？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挺好的，我只想要那个密码，把这个密码送出去，这个密码对我很重要，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我来这儿的目的不是杀人，不要逼我。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 引爆了一个炸弹。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我们就真没什么好担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不会相信你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炸弹是真的。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你可以来确认一下。我要马上向局长汇报。我都听到了，你们还等什么？快申请分化部队介入。是。这次麻烦可大了。是。 Let's go.
雷神，你们也在这儿？大事件，我们能不在吗？到底什么大事儿啊？把我们也招来。现在我遇到了一些难题，很棘手。什么难题？防弹？有辐射。恐怖分子声称这颗炸弹有辐射。别闹了，这怎么可能？所以我要找你们来把它弄清楚。不是，等等，你的意思是？ 让我带人走过这片开阔地，到里边去检查。对啊，你疯了吧？我们的人进去，到了大门口，那就是活靶子。怕什么？我陪你去。嗯。